杰克复盘吧。感觉嗯，复盘吧，复盘吧，真得再给我一波机会，兄弟们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喊个上路。哎，可以复盘。哎，说实话，随便找个中路打野也行，乌子，我可以打上路。随便找一个，你可以打上路吗？那我问问西野。不是，田亮随便找一只都行，田亮都可以打上路。我打野配合一波他。那我问一下，你先这么想玩打野，恶心我吗？下说不定下次打野把瞎子搬了。不，那我正来我皇子。毕竟是老玩，毕竟是老玩家，对皇子理解还是蛮高的。可以。来来来，我感觉上把中路可能出了点问题，跟你联动没那么默契。真的假的？我都没去过中路，我只在下路待着。来就出事儿，什么情况？就总不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吧？胡家乐，不是你不说去试训了吗？胡家乐在单排，但是我感觉他不玩啊。德赛国服玩不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恶心德赛确实好玩，排位的时候。晒晒。我什么？胡家乐说来，他吃口饭。他还要吃口饭，他牌面越来越大了呀，乐。操，他看着怎么在外面吃啊？不，他主要他打不了国服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国服啊。哎，下棋你们会玩？我们开把下棋，也可以会一点。乱斗还是下棋？毕竟会下棋嘛。他半小时。我们开一把等他呗。不是，我下棋很会玩 ，disco 老玩家。都可以。可以啊，大乱斗下棋都可以，看你们。我也行，那我们下盘棋呗，下棋好玩。下啊。来呗，不是，拿这个下、啊，他们，这个号下呗。不是，珊珊很喜欢我打野的。打野是我们三个，我们要我们三个给点点分吧。可以给他一波，就是不听的笑容，好吧。纯燕子，先不说实力怎么样，我总能给他一点快乐感啊。天气分不了，天气分不了。我总能提供给他一波这把游戏的快乐。小天感觉是。极限啊！这一波攻夺不是今天高振宁去哪了？高振宁，高振宁是真要试训去了。我只能说，我是凭自己的本事留在套组。什么？不是谁敢去你？告诉我，天亮，这把蒙多又臭又香，没问题吧？谁敢去你就说，那谁知道？去提问集试训，不是你想想，你都玩成这样了，都没人踢你，你想想，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关键性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别怕，我跟他买这么多，他一直欺负我，一姐，不是他只能在这种 YY 上面可以欺负你，到那个训练室。看看是你欺负他，是他欺负你啊？那没办法呀，真的，懂都懂，懂的都懂，真的假的呀？田亮只是在外面演一下，演的很那个。好，我演一下。